笑的。那小课本那就是了。来了。哎，这样也不要闹，那给我看，你要一起看吗？才能给他可以看。那么远。我们先想一下哈，你上礼拜那张补充的教案，我中午发去的那张，请你们同学，我中午发去，请你们那个晚上做，然后隔天要交过那张哈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这个，就上礼拜发那一张。上礼拜。上礼拜二，上礼拜二我发的那张，我们礼拜二对你们交了，你们中午我们中午讨论的，给他们。这是晚上时间做啊。他们中午实验没做完，礼拜中午没做实验，然后先做完。啊，那时候没有讨论过，又发现太过分了，就找我。是哦。神经病。因为他们实验没做完，我看他们把实验做完，然后你们把实验做完。你们讨论。讨论的时候，因为实验是一起讨论的哈。然后，但是我说那张作业是隔天要交，但是你们那周只有自己的交，其他没有交。嗯。你有问题？你有做了？我们做到了。可能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。OK， 好。陈友有问题？我没问题。没有问题。我们课本。课本等下学一下。这个家伙和这个家伙都不一起看，要扔吗？去过啊。你们分享一下嘛。好，可以。是吧？这你会不会算的？我们上礼拜讨论那会算。还有多少？啊？还有第四章节。我只记得我们上第四章。41的，就是那个啊，有量算东西的那个东西。对对对，主要是算。但是在算呢，有两个东西，主要是一个是重量百分，重量百分浓度，对不对？重量百分比。重量百分浓度。哎，你就安静的看好不好？还有什么？一个重量百分浓度，另外什么？另外一个浓度是什么？那个墨。墨什么叫墨？体积浓度。体积墨浓度嘛，体积墨，两墨和体积浓度有什么问题啊？没有，当然体积墨浓度嘛。好，那我写什么，你就知道写什么。耶。好，那张学生主要在讲这两个东西，我们讲综合的问题哈。在一个综合的现象里面，我们讲的是，比如像我们用 N A O H， 记得在干嘛？小我下手做，所以我上次放松。找什么？课本，课本那边没有课本，刚很多人已经找过了。好，是。好，回来。好，课本应该都有发给你们了，你们第课本丢哪边去找啊？我啊，你课本找不到也会很麻烦的。好 ，N L H 加 H C L 会生成什么？会生成什么？会生成什么 ？H C L 水跟烟。N A C L 加 H C L。O K， N A C L 加 H C L 好。好。这是一个平衡，化学平衡，平衡了没有？看一下。化学方程式写完，第一件事要先检查有平衡。检查没有？我检查，这边有平衡吗？哎呀，有两个 H， 前面一个钠，后面就应该有个钠。对。前面一个氯，后面就应该有个氯，对不对？两个 H 的哦。前面有两个 H， 这边就有两个 H， 对不对？嗯。这边有个 O。嗯。这边就有个 O。有没有平衡？平衡了哈，所以前后是一致的。这是什么物质不灭定律嘛？你前面有物质在反应之后还会存在，它并不会消失，啊，这物质不灭定律。好，所以这部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那我们要不要刚刚讲的那个小苏打部分？小苏打这个灭火剂哈，我们通常拿它当灭火剂，因为呢，小苏打加热之后它分解出二氧化碳，二氧化碳呢，它可以把物质，我们讲物质燃烧有三要素，哪三要素？阳光、空气。助燃物，助燃物，可燃物，然后燃点，还有燃点，燃点是什么？燃点是什么？温度，燃点是一个温度哈。还有，啊，我知道。燃点要怎么样？我们的温度要怎么样？在燃烧的过程要产生一个燃烧，产生一个燃烧，达到燃点，温度必须达到燃点哈。所以助燃物是什么？协助啊。助燃物是什么？在目前，在这里，氧气，空气里面的什么？氧气哈，啊，可燃物是什么？刚我们的实验，木头是甲醇，对不对？甲醇，啊，好，刚刚实验甲醇，停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刚如果说假设我们用小苏打下去的时候，小苏打里面它可以产生二氧化碳去隔绝它的助燃物，隔绝助燃物哦，因为二氧化碳比较重，
它可以沉在下面，它可以隔绝氧气。隔绝氧气之后，它没有出来后，它就烧不起来了。好，理论上是这样子。可是刚刚实验有看到这现象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直接把它杀下去了。因为它的一直到处飞。好，第一步是这样子啊、喔。来，别停。来，轩宇说。因为我们做胆小，不太容易观察，要做大一点。大一点的啊，轩宇的意思说大一点。还有嘞，你们有什么看法？为什么又不聊我？因为他是丢球进去，丢球进去。我觉得灭不了火是因为它没有产生二氧化碳。我先去。我产生的量不够。才六太烂了。那个，振宇。对。控制一下。好，跟这没关系，我们要观察你是，就算陈佑他做了实验，他觉得你觉得有瑕疵，那你可以说哪里瑕疵指出来。那你如果觉得有瑕疵，你可以去，我换你来做做看。对啊。好热。换你做做看，看看能不能可以改善这个实验结果。好了，甲醇不是，对不起，小苏打的灭火，小苏打的灭火剂叫甘苯灭火剂啊。你这广这个有知道？你们去任何地方都可能可以看到甘苯灭火剂啊。有啊，我们先有啊。甘苯灭火剂它主要作用在什么地方？火灾。当然火灾了，灭火剂。灭火剂都用在火灾的时候。刚才用在什么场合会用甘苯灭火剂？就有液体的那个。有液体的主要是油哈。主要是油的燃烧嘛，因为油为什么不能用水？因为后面它一样会是那个油，只是水不跑底下。因为油比较轻啊。油比较轻，然后嘞？然后油就在上面继续烧啊，水都没有用了，呵呵啊。你加更多水上去，它油只会越来越上升，然后到时候就溢出来，然后就四处都是火。对，虽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油，因为它会浮在水面上，所以当你水在流动的时候，油就跟着流动，它会蔓延火灾。火灾蔓延更广，而且你水浇上去的时候，你的火、你的油在上面的时候，第一个它可以跟空气接触，它可以持续燃烧。但是水一定没办法灭火吗？水一定没办法灭油类的火吗？可以啊。怎么样？大量的。大量的水哈，大量水为什么可以灭火？因为灌下来是油。你看为什么？让油浓度变低。油浓度变，还有别的答案？大量还要瞬间。大量瞬间。那么多水，然后你慢慢的、大量瞬间，它为什么可以灭火？我知道了，盖下去就灭火了。你说，因为它氧化氧了，它把它助燃气体给隔绝。我知道，你降温，好，给它把降温好。你大量瞬间，你油还是浮在上面啊？那滚水，滚水怎么样？因为它是降温的话，那滚水。你滚水还在油的燃点下面哦。哦。就算是滚烫的水还在油的下面，但是你不用滚烫的水去灭火吧？应该我现在应该没人做这种实验，是瞬间大量，它就直接，因为它水要到油底下，它会经过它油的表面，所以它就把氧气隔。所以你要瞬间大量。你刚刚不是讲瞬间了？对，那好，那你讲，因为瞬间我不知道你的瞬间是多快啊，我想象的是可能是十个灭火车在那边浇水啊，那算很瞬间的嘛，可是那种瞬间来不及把油给像像对，那种瞬间太瞬间了。而且瞬间太瞬间是一次要。太阳平洋的水过来，那可以，可是你不太可能嘛，你实际上做不到。水重点是要降温，是让你知道有一种方式是很有效的灭火，干冰，不是湿抹布，干冰，湿抹布这个方法，湿抹布灭火的原因是什么？是隔氧，是隔氧，是隔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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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大火在那买了一个湿抹布，对，那但是我很大声，你做不到的。那这样我老师生气的时候，是拿湿抹布来？可以，然后可以试试看，可以试试看。好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在你水量不够的时候，没办法这样降温的时候，还有个方法可以降温哦。现在有一种新的那个灭火器，很有用，泡沫，叫做水雾灭火器。水雾看过没有？看过。水雾。什么都看过水雾？雾啦，水雾。停，同学停。就一般。停。叫闭嘴。好，轩宇说。浇花的会打。浇花的水雾，还有什么地方你看过水雾？老师，你是说，对。对，什么时候你看过？有些餐厅屋檐下会装那个，夏天会喷那个东西。对，水雾。水雾喷出来的东西，它是雾状的，颗粒很小，所以它很容易从空气中吸收大量热，然后把它的本身的水分变成水蒸气不见。所以它一瞬间很多水雾的时候是可以降温的，所以现在有一种水雾灭火器，就是它打出去之后，砰，就是一团把一点点的水变成一堆水雾，然后散布到空中去，它可以瞬间把雾降下。好，这种方式是可以灭火，也是可以灭火的哈。所以有这种水雾灭火器。好，那我们讲
我们刚讲的该冷没有气，主要用在油类的火灾，那根本没有气还有什么缺点？有什么缺点没有？啊？太干了。太干了，太干是缺点吗？弄完之后会一堆水。啊，弄完之后有一堆粉哈，粉很难处理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什么缺点？就把手到墙壁上。粉有可能渗到你的设备的缝缝里面去，渗到桌角缝缝里去，渗到你擦擦不到的地方去。火灾。哎，火灾可能有些地方，你如果能够灭火，你还是希望它能够维持原状的。你不会说火灾灭了火，啊，把这个地方灭了，我不能住，我就住别人，啊，这样想法灭火，这个当然熟了，是不是？你会想办法，你会想办法灭火，一定说我上灭了火，这个地方还可以维持我，还可以恢复成原来的那种状态嘛？比如人家厨房烧起来了，你灭火，厨房还要不要？要嘛，你当然希望厨房可以被救回来，所以要恢复成原状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恢复成原状，所以该冷灭火器有什么缺点？就是无法恢复，为什么很难？为什么很难？因为它粉太多了。粉太多为什么就很难？粉太多如果是无所谓就无所谓啊，就跟灰尘再掉灰尘。那就一点都不难啊。那为什么它不好？我今天讲它有缺点，你觉得它有什么缺点？因为吸什么？吸到会呛到。吸到你，你应该有呛到吗？有。我刚看不出来有谁呛到了。有啊，因为很不舒服，我可能过敏。好啊，那有什么问题？啊，我们要想，我们这边学酸碱盐，这两礼拜学酸碱。哦，所以它会有。它是什么性？小苏打是什么？碱性。是弱碱性嘛？小苏打是弱碱性。来腐蚀你的皮肤。它会腐蚀任何东西啊。它不只腐蚀皮肤，它可以腐蚀你的金属表面，它还可以腐蚀你的设备。哦，奇怪。啊，所以假设这是一个。厨房喷了，那它慢慢腐蚀一些，可能还无所谓。可如果这是高精密装备，你喷了，哦，火灭了，很高兴。可是那精密装备可能半年内就坏掉了。哦，天哪！那就不值得了。那喷水。好，那如果这种情况之下，你要怎么办？喷水可以吗？喷水精密装备有坏掉。电器设备大概就完了。说说看什么？电器设备就完了。对，可能电器设备就完了，那怎么办？不要喷水，不要喷干。哦。那喷什么？什么都喷，直接喷喷喷喷一样的效果，喷喷也会用沙子，用沙子啊，沙子干魔术啊。其实，在那情况下，用灭火器是蛮好的，叫二氧化碳灭火器。人类就喷二氧化碳。干冰 OK 的。自杀可以喷的，有些塞子嘴巴跟。什么意思？就自杀的时候。我们在讲灭火器。就比如说自杀，谢谢。你不用说自杀，你离题了，谢谢。我知道你打算这么做。好 ，OK， 停。所以，假设高精密装备的时候，我们要灭火，实际上可以用二氧化碳。啊，因为我知道为什么餐厅里面要摆灭火器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上面有写禁烟标志，然后看见那边吸烟的人，他就很爽。是为了这样的。对。好，刚刚灭火器其实，在我们刚刚其实灭火的状况不是很成功，其实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温度不够高，所以二氧化碳产生不够快。所以你在倒，譬如这是甲醇。甲醇的液体，它在燃烧，表面燃烧的时候，就你肝粉呢，肝粉比这个甲醇重，肝粉会沉下去。肝粉沉下去之后呢，它的肝粉会产生二氧化碳。不会嘛，它温度还是很低。所以肝粉几乎是没有用的。好，这肝粉就几乎没有。所以肝粉最后灭火怎么样？是表面铺上去一层之后，把它跟二氧化碳隔绝，表面跟空气隔绝的时候，它可以产生一点灭火效果。好，那我们另外在观察一个现象，有看到是。这组也有，我们那张纸上铺了那个小苏打之后，你点火之后，有铺到小苏打的地方烧不太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小苏打身上还有功能叫做抑火，抑制燃烧，抑火，啊，它抑制燃烧的功能。所以有些配方啊，像我们在做烟雾弹的时候，在做烟雾弹的时候，你不需要有火，你有火的话烟会烧掉，就没有烟了。所以我们放一些小苏打，让它温度降低。当温度降低之后呢，它就不会有火，不会有火的话，烟雾就会变得很大，好，所以我们会放一些小苏打在里面。好，这是今天的实验哈。好，那个上次酸碱中和的部分，那个你们在计算上如果有问题，我们现在再讨论好不好？记得一定要看一下，你做一个有任何问题，要把你的问题带过来课堂上。好，那个赵东，你这张学习单是，等下我们要讨论这学习单，你是要写一写哈。在你到离开之前交给我，啊。
好，我们讲反应。化学反应讲很久了。我们再回到，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燃烧三要素哈，其他这个温度有什么功能？为什么一定要达到燃点才会有燃烧？有温度吗？有温度就会燃烧吗？有温度，哎，没有。温度在这个燃烧这个化学反应吧？是啊。所以温度在这个化学反应里面，它产生什么功能？催化剂。催化剂。催化剂。不是。温度可以催化剂啊？不是。温度不是催化剂啊？温度到底干嘛？燃点。我的温度是燃点，必须达到燃点，所以燃点是什么？为什么要达到某个点上？接触面反应才会出现助燃物吗？才会出现反应助燃物。Hello。不是不是那个叫什么？一个催化，一个是。好，那想一个事情啊、哦，记不记得？我们说铁钉放在空气中，铁钉会不会把空气中氧抢过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呢是不可吸的。那为什么铁钉可以把水里面的氧抢过来？因为它就只能那个抢。哎，对，它活性就只能抢那个水里面的氧。OK， 它活性得抢水里面的氧气啊、哦，它没办法抢那空气中的氧气，因为空气中的氧是双键，比较强，它打不断。它打不断的情况之下，它没办法把那个氧带过来哈、哦。可是水里面呢是。氧是跟氢结合，氢这个键呢是单方向的键，是单键，它比较容易打断，它比较容易被铁的能力就可以把它打断。氧没办法，在空气中氧不容易跟铁反应，好，打断，所以反应是不是要先打断某些东西才能再反应？我这样讲合不合理？我先打断某些东西嘛，我要反应，我必须我要拿到氧，我是不是先把这只脚打断？这只脚打断，氧就跑出来了。啊？没事。说看什么？我知道了。说看。所以在那温度是破坏它。啊，非常好。你达到燃点的目的是要破坏一些键结哦。好，比如甲醇 ，CH4O， 你要让它燃烧，你是要碳跟氢先跑出来，它才会燃烧。我们要燃烧是它跟氧反应嘛，生成 CO2， 跟 H2O， 对不对？这边的 C 哪边来？这边的 H 哪边来？哪边来？这边的 C 从哪边来？我要生成氧，二氧化碳，生成水。哎，这个同学，你还好吗？好，听听看。你当恍神的时候没有听清楚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想继续听下去，你就恍神，继续恍神下去。现在听看，这个碳从哪边来？这个氢从哪边来？从哪边来 ？Hello， 从哪边来？我们在反应的时候啊。我有这个东西，加上这个东西，我可以生成这些东西。好，这里面我这边有生成二氧化碳，我去有个碳，我这边生成水有 H， 这碳跟氢从哪边来的？从 CHO。从 CHO 哈，从 CHO 来的，从甲醇来的。看甲醇的 CHO， 它是本来是一个分子啊，它是 C。它是那个键结，它都键结的很好，氢跟碳结合，氢跟氧结合，氢跟碳结合，都结合的好好的，它为什么要出来？破坏，所以要破坏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点火，你把甲醇放空中化工，怎么破坏了？被谁破坏了？火啊！但是为什么？火有能量啊。你想想看哦，我们讲过了，我们就讲过温度代表什么？好，温度代表什么？温度代表什么？温度的现象是什么？震动，对，震动。当我一个能量进来的时候，这个是开始，本来是这样子，一点点震动，我能量点了，跑掉了，氢就跑掉了，因为它震动的很快，它接到一个很大能量，它就把这个键给震断，对，震断的氢跑出去了，就单独一个氢。这个同时间呢，我们旁边的氧气。也是一样，两个因为给它很大能量，所以氧气也震断了，所以氧也跑出来了，氧变成两个氧，所以氧跟氢就可以结合成水，氧跟碳就可以结合成二氧化碳，就把它结合。所以你给能量、给温度是重点是要把那个键给破坏掉，最后要达到燃点。你没有达到燃点之前呢，它的键也是没办法被破坏的，它是没办法反应的，好吗？所以燃点在这里功能啊，所以每个物体都有不同的燃点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每个物体有不同燃点？不知道，不同燃点，因为它的性质不一样。什么性质？这是废话。什么叫性质不一样？每一个连在一起的那个强度不太一样。OK， 非常好。每个连在一起的强度不一样嘛。譬如我要把一个木头房子打破，跟把一个钢筋水泥房子打破，强度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哎。不一样啊！我都需要你的石头嘛。这个是一个泥土加石头的房子，这是一个钢筋水泥加石头的房子，我都需要石头，假如需要这个材料。嗯。我要从这两个房子打破，我需要这个石头拿出来，我需要能力不一样。不一样。不一样，能力不一样嘛。这样 OK 吗？郑宇。好。OK。OK 好。所以我们在讲反应的过程当中，事实上是一种你要先破坏它，才能产生新的东西，这是一个过程啊。那你讲反应速率，印象反应速率，就你这边可以燃烧，那你在燃烧过程当中，假设我们现在用燃料现象来看，我们都点过火吧？引火，点过引火没有？嗯，点过。我们刚才都在这边点火，你是拿一根棍子这么大一支根去点火？比较好点，还是说我拿一些细细的木头去点火，然后接触面积，接触面积哈，对不对？接触面，因为我的火同时间接触到那个面积，我可以破坏掉的间接就是表面的。可是这边火在燃烧，都是表面都被破坏了，因为它表面很多，所以它很多表面的东西被破坏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我如果用，这是接触面积的问题，对不对？还有浓度。温度怎么样？浓度了。啊、哦，浓度，但是燃烧木头比较难看到浓度的。啊、哦，浓度是什么现象？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我们再微观来看啊，微观的看，这是一个木头表面，旁边有很多空气啊、有氧气啦，有氮气啦，旁边空气有很多氮气嘛，有氧气嘛，跑来跑去，它飞来飞去，飞过去，马上跑来跑去。气体分子放了啊？怎样？没有，没有电风扇。都可以开走。I'm sorry。好，然后呢？我现在给它能量，点火，就给它能量，对不对？我火在燃烧的时候，我开始破坏了哦。我这边氮气跑得很快，砰，撞过去，撞过来，速度变得很快，因为它振动速度也很快，运动速度也很快。这氧气撞过去也跑得很快啊，这撞过去跑得很快。那同时间呢，这里面的木头表面被我分解了，碳分解出来了，氢分解出来了，然后这时候有些空气呢，它也被我分解出来，氧跟氧分解出来。这它撞在一起，速度又很快，撞在一起的时候，它有可能氧一撞，哎，它又可以开始先产生 CO， 好，那再撞到一个氧，就变成 CO2。好 ，CO2， 它就撞在一起变 CO2， 所以它整个在反应过程当中，它是先分解完之后，它整个原子在空中撞来撞去，撞在一起，它肯定就连接在一起，因为它可以放出更多能量，可以变得更稳定，它就连在一起了。所以它原子是撞来撞去的。那刚陈宇讲的浓度的问题就是说，假设我这时候给它纯氧。因为在空中有很多氮，氮占了多少？我不知道。占80%哈，这空气中的比例吧，4%的氮气，1/5的氧气，记不记得？我。记不记得？不记得。我们一开始不就做一个实验，把那个要收集耶，里面点火点蜡烛，然后水被吸进去。那我们讲说，火被燃烧空气中的什么？燃烧氧气嘛。所以水会上升多少？速角动强1/5，记不记得这个数据？是记得。想起来了啊、哦，所以空气中里面大概有1/5的氧气，啊，可是我现在假设，我现在供给他的是纯氧，我有管子，提供纯氧给他，都是氧气，我是氧气比例很高，其他的火会，这个木头会烧得更旺还是比较不会烧？烧得更旺啊、哦，记不记得？这是一个浓度的问题，因为表面都是氧气的，上也没有氮气的，没有氮气的，全部都是氧气，所以氧气进来碰到火，马上变成氧原子，氧原子碰到碳原子就是结合的二氧化碳，碰到氢原子就结合成水，它很快就去跟那些原子撞来撞去，而且大量的氧气在撞，
对。反正浓度的问题，所以浓度增加，它反应速率就增加。像有些生病的人，他在医院里面啊，他不是呼吸很困难。给他存氧没错。真的，他带我也死掉。带那个管子有没有？他带那个鼻管，那鼻管就通进去就是。那我可以打那个给他一个那个什么燃点。好，问你，我陈玉讲一个事情啊，我这都是氧气，我去点火会不会燃烧？不会啊。为什么燃烧？不会燃烧，对啊，会燃烧。为什么会燃烧？打火机点得起来。打火机点的，因为打火机本身有可燃物嘛。对啊，所以它可以燃烧。它可以燃烧，但是我如果用的是。我想可以燃烧，说你除了你本身的点火，假如那就不行啊。对，这是纯氧，纯氧是里面纯氧是容易助燃。假设你现在有可燃物的话，它很容易被烧起来。那如果是氢气的话，它就爆炸。啊，就爆炸，对对对。嘣。但是如果你是纯，你譬如就是或是用火花，一个火花，氢会不会点燃？不会。为什么不会点燃？温度不够。因为没有可。没有可燃物。没有可燃物嘛。温度也不够。温度很不够。你看打火机把那个瓦斯点着，不就是啪嚓那个火花吗？啪嚓了，它就开始烧油。对啊，那温度，它温度怎么产生的？好了，是啊，啪嚓。它就是靠那啪嚓那一下，那个火，那一点点火花温度就够了。你看啊，比如说空气中如果充满了瓦斯，好了，我们比如家里比如瓦斯外泄，你这时候开灯就爆炸，为什么会爆炸？因为有火花。对，因为你的电源开关是靠摩擦式的，所以它摩擦过去的就有火花。你火花产生的时候，这边的能量是足以把它火花旁边的空气跟瓦斯给分解那一下，它就又开始反应，生成二氧化碳跟水，放出更大量的能量，更大量的能量就让旁边的氧分解，瓦斯又继续分解又合成，又产生更大能量，所以就啪就瞬间大量能量产生，就坏掉了，就爆炸了，所以一点点火花实际上可以造成爆炸，所以我们就看到一点火花，在引擎里面是一样啊，汽车的引擎火，飞机的引擎也是一样，爆炸，你看好吗？引擎燃烧，我们有喷进去引擎室里面，引擎有个燃烧喷进去之后，它跟空气混合，这时候一个火花，火星山，有听过火星山这个名字吗？没有。火星山。什么朝那个啊？把它拆下来，然后往车子的那个玻璃上砸一下，车子玻璃就碎掉了。不是，摩托车上的。不是，火星山是所有引擎都有啊。那砸一下就会碎啊。它是这样的，它是第二个是一个引擎室啊，引擎室里面有个活塞，活塞会上下移动的，它往下拉的时候呢，它就喷油了。还有这空气被吸进来，那这时候它就混合了，混合成空气跟油气的混合。那火星山是锁在这里的哦，火星山是这样子的结构，它这个是正负电，所以它瞬间呢，你看很高压正负电，这边就产生火花，因为这里面是有油跟气体，就砰，就瞬间产生一个爆炸，爆炸就把这个火灾给推动，懂吗？这引擎就这样结构。汽车跟摩托车引擎都这样结构。我要做一个。好，他们就靠火山。那火星山家里面也有个东西跟火星山很像，记不记得？电击棒。不是，功能也一样。家里面有个东西跟火星山功能是一样，而且。电火花。不是电火花，电火花点火的吗？我知道了。什么？那个。瓦斯炉。不是，洗澡用那叫什么？热水器。热水器。一样的功能，瓦斯炉跟热水一样，你看。假如你瓦斯没有开，你一直看到火花，有看到火花？有。一条线火花嘛，可是说你如果把瓦斯直接通过去，那个火花啪嚓，那火花中间的温度就足以把瓦斯给分离，把空气的氧给分离，火，然后就变成一团火，一瞬间产生一团火，就从这产生了，所以这火应该就是产生火花嘛，火花就可以点燃了，火花的温度就够了，一般来讲一个火花的温度至少都是400度左右。火花那一瞬间，火花都在400度左右，以上，好，所以我们想一下，影响反应速率有4个要素是什么？
课本上有啊，我先简单讲一下，但你可以再看一下课本。你刚刚不是讲？我讲吗？有了。我没有讲吧？要讲四个。四个哪四个？浓度。浓度好。接触面积。还有温度。温度。浓度。面积。还有催化剂。还有什么？浓度、面积、温度。和催化剂。和催化剂。好。啊，我们讲一下浓度。浓度刚刚讲过没有意思啊？我用纯氧跟不是纯氧的时候，纯氧可以接触碰撞的机会，对不对？我的氧被分离掉之后，跟我的木头碰撞，产生比较大量的碰撞机会，碰撞之后就很造成反应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还好吗？啊，产生碰撞就可以有比较大的机会去反应哈。啊，比较大的碰撞去反应哈。我譬如说我要反应，假设把这氧气跟氢气中间隔个玻璃，它怎么碰都碰不到在一起，会不会反应？不会反应嘛，它要碰在一起才反应。所以呢，我们增加浓度可以增加碰撞的机会。好，那增加面积呢？增加面积有什么好处？就反应来讲，增加接触面积可以像增加。同时反应的量变大 ，OK， 也是增加碰撞的机会嘛，对，是不是增加碰撞的机会？是不是？是。啊好，那增加温度呢？增加温度可以怎么样？可以让它增加到你的平均结构。温度可以破坏它的结构。一个是破坏结构，一个是碰撞的速度变快。速度变快，为什么可以增加反应速率？因为它会碰撞嘛，就会那个什么破坏。啊，温度其实有两个功能，第一个功能是，你看啊，如果这样子，譬如这两个，这样轻轻碰好像不会反应，对不对？可是它速度变快，砰爆炸了，砰爆炸，速度很快，它砰就合在一起了，好，那个反应在一起。那另外一个速度很快之后呢，就没碰到，砰碰在一起了。可是我速度很快，砰，这碰撞机会增加，我碰在一起机会增加，我速度很快的时候。我速度很慢，是这样移动，我可能都碰不到，对，都碰不到。我旁边这边有一个墙壁啊，所以我碰到墙壁弹回来，碰到墙壁弹回来，我碰到机会不大，可是我速度很快，是碰到机会就会增加。所以温度有两个功能，第一个功能碰上去的能量很大，第二个是碰撞的机会也会增加。所以我们在想啊，这三个因素都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叫增加碰撞机会哦，对，我们说增加碰撞的机会嘛。你碰撞次数越多，它就越容易反应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温度不是破坏温度之间的连接吗？一个是破坏温度破坏之间的连接，另外一个是增加碰撞机会。你想看哦。等一下，我会把它结一起的。啊？你把它结一起的。起在一起。你说都是碰撞机会，但是温度应该是增加。温度我刚才讲有两个，温度有两个效果。哦，加速它是什么？一个是增加它破坏，一个是增加碰撞几率。你说。可以开这个好热。那开不了啊，就开不了啊！我们开过很多次，开不了啊。昏倒，开不了啊。不是很热。前面这边有个电风扇不见了。是隔壁吗？是搬过来啊。搬啊。你搬过去下课。已经五十多分了。我们那天几分？应该。哦，哪天五十一分开？小女生哦，真的是。好。我们要为了这个，这是一个 ，Hello， 停，来回来看这边哈，这是一个容器，这里面有两个东西可以反应的。我可以用喷雾。这骗人。啊？你有喷雾？有啊。这钢琴怎么越来越高啊？好，这个红色的 ，Hello， 这红色跟黑，红色跟白色是碰在一起反应的东西，但是呢，如果速度不够快，就它往那边飞。它往那边飞。它往这边弹过来，弹过去，它撞到的机会很大。是。好，我第一个方式我是增加，我把白色增加。当我白色增加的时候，我黄橘色跟白色碰撞机会有没有增加？有。有增加，对不对？当我把红色也增加，碰撞机会有没有增加？有。当我把它们的运动速度加快，碰撞机会有增加？有。有嘛？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所以速度会加快是温度的影响，对不对？数量增加是什么影响？是
是这三个的哪一个？握把数量增加是什么？来，接触面积，浓度。是浓度哈、哦。握把的数量增加是浓度哦。握把的面积。接触面积是什么？同时的可能。假设哈、哦，我们先假设。假设白色的不是这样一颗一颗的，而且白色是这样一坨。那只有表面而已。这一坨是不是被撞到的时候表面？对，是表面而已，对，里面撞不到啊，所以它接触面积很小。所以为什么把东西要反应快一点，反应要把它磨碎？你比如说溶解一个盐巴，溶解一块糖好了，一颗糖果丢进去好溶解，还是把那个糖磨成糖粉丢进去？磨成糖粉。就是磨成糖粉比较容易溶解，啊，这接触面积的问题哦。这样问题，有问题？好，那什么催化剂？什么催化剂？催化剂就催化剂，加速或减速反应的时间。为什么可以减速？减速我们就不叫催化剂啊。可是减速也算啊。减速也算啊。有时候你需要它慢一点吧。我有时候需要它慢一点，但是不会叫催化剂啊。那个什么减化剂？我们可能叫抑制剂吧。哎哥，我今天那个马上就说叫催化剂可以减，也可以加呀。一般来讲，催化就是加速的意思。是啊，但是马上都这样增加它反应的速度哈、哦，反应的速率。随便啊。啊。浓度是增加那个东西的量。增加什么？那个点点的量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我那个点点是什么？那点点就是反应物。反应物啊。哦。反应物啊。反应物。反应物。什么是反应物？知不知道？不知道，呵呵呵。那你问什么提问？什么是反应物？啊、哦，反应物就是，譬如我们现在是碳跟氧，要生成二氧化碳的时候呢，这个就是反应物。哦。这边是生成物。哦。好，大家清楚吗？清楚。清楚了哈、哦。所以反应物是什么？就那个在那个，对，那个。啊，所以到底哪一个是反应物？就加的那个。是这个还是这个？两个都是。OK， 可以让两个都是。两个反应物哈。然后接触面积是它那浓度催化剂是怎样？催化剂有什么要讲？但是我还在等他们理解没有？我说那个叫什么面积？接触面积是很多个同时一起做，所以你想想，比如说我现在装在这个容器里面，啊，这白色的是一坨，我现在这个黄色的呢碰到这白色就反应，就容易反应。但速度很重要，就是碰撞速度很重要。我再撞去，撞过来，撞过来，撞过来。我碰到只有表，不管怎么撞，只有撞到表面这一块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把这些东西分散掉了，我变成那小块小块的。我是比较容易被接触到。它就容易反应嘛。通常来讲哈，假设我现在是一个。假设我是真的正立方体，好，我如果每一边切一刀，每一边切一刀，我切成几等份？切成几等份？想一下吗？切成几等份？八等份。请问我总表面积增加几倍？总表面积增加八倍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总表面积，总表面积，我们想一下哈，假设这个边长是 A， 16倍，好，乘以说16倍，然后别答案，不对，一倍，不对，增加一倍，四十，然后别答案，十二倍，完全没有变，12倍，完全没有变，一倍就是完全没有变，好，所以到底几倍？几倍？好，你想看这个，假设边长是6的话，它总表面积多少？四十二。好，等等等等，我知道了。我现在问的，请你回答，我现在问你一个，它总表面积多少？六倍。好，另外一个答案是六倍。总表面积多少？回答我嘛，都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你说。a 呀 ，a。总表面积多少 ？a 平方。总表面积是 a 平方吗 ？a 平方。a 平方是哪一面积？每一面啊。啊，所以总表面积多少？什么叫总表面积？是不是？六 a 平方。六 a 平方哦，这个的面积是六 a 平方。是。我先把它切开成这样一小块，我们来考虑这一小块。
这小块面积有多大？啊，面积。这小块总表面积。三 a 平方不对。是。我跑不对小块。2a。2a。总表面积多少？2a 三平方。不对。三个。三个。三个一又二分之一 a。嗯。三 a 平方。不是。哎，是多少？你六 a 平方怎么来的？啊？六 a 平方怎么来的？每一面都是 a， 每一面都是。每面都是四分之一 a 平方。所以这个应该都是三面啊。四分之一乘六。三面，然后每一面都是二分之一 a， 所以它是一又二分之一 a 平方。啊。哦，二分之一 a 平方。What？ 一又二分。你有听懂他说什么？因为它长和宽都是二分之一 a。哦哟！之前你有听懂陈英在说什么吗？没有。怎么讲嘞？这个小小的正立方体的边长多少？边长。边长是二分之一。二分之一。二分之一对不对？这边是多少？二分之一。二分之一，这面积多少？二分之一，二分之 a 除二分之 a。这样你懂吗？啊。我们再把二分之一 a 平方。啊，这个小小的正立方体有几个面？三面。啊。六面。这样看着。正立方体，不要跟我整个。六面。好。这就二分之六。这样怎么问题？这样问题。你先不要管，就管到这边有问题。没有问题。是没错的。这样问题。没有问题哈。到总共多少？好，那我们有几个这方块？六。八个。八个。有八个对不对？所以你再乘以八，是不是总表面积？等多少？等多少？二十四 a 平方。为什么二十四 a 平方？乘以八乘以四是六 a 平方。二十四 a 平方。哪来二十四 a 平方？什么叫二十四 a 平方？大概多少？哎，这么一个数学，哎，十二 a 平方，哎，十二 a 平方，是原来面积几倍？两倍，原来面积的两倍哈。啊，两倍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们前面都在猜嘛，什么十六，什么六，什么一，什么十二，都猜的，为什么不算一下？这么简单数学算一下就好了。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直觉哈，这时候就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直觉了。好，算一下就知道。所以我每切小八分之一等份，我就增加面积增加两倍。啊，我切的越细的时候，我面积一直增加，增加，我可以增加的非常多。那我面积增加越多的时候，我就增加碰撞机会了。这样问题？没有。好，下礼拜要讨论催化剂，但是这张题目你可以先写啊，那个回去用那个先看课本先写题目。记成，你欠我非常多，非常多了哦。